假如植物能氪金变强会怎么样呢？让我看看今天又有哪些植物想要变强了。俺想要变强好久了，上次看见变强后的激光豆羡慕得不得了呢。不错不错，那你又想要什么支付一下那个呢？软的身体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那用俺头上的木头。不行，等你有钱了再来找我吧。下一位下一位。我不想当一次性植物了，你可以帮我变成永久植物吗？这个嘛是有难度的哟。钱我没有，但我有这顶巴黎世家的帽子。成交。 Day two。 怎么样，很不错吧？不仅给你变永久植物了，还给你加了个属性。这属性不就让我更想跑回了吗？你换个角度想想嘛，你是英雄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勉强接受吧。想要变强就找大嘴博士。